非常逼真，好，谢谢小心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市长的体验，那也代表着市长非常重视我们今天这个青春专案，青春挺 real。希望我们每一个学生，好，每个青年，他们都可以 be real， 好，做自己 real。这呢，一定要记得，这个交友要小心啊，哦。好，那非常感谢市长，还有各位娱乐的贵宾。接下来想要跟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，我们今天活动呢已经可以开始闯关几点喽。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，只要到面对服务台的，不是面对服务台，面对舞台的右手边，可以看到第一个帐篷服务台，在服务台呢领取闯关几点卡，上面可以看到有五个圈圈，你只要现场哦，好像有超过20个摊位，随便选五个摊位去体验。好，去认识一下我们现在的最新的政策啊，你就可以获得一个章。那你获得一个章，集满五个章，集满五个章就可以到服务台兑换一张抽奖券。我们预计在下午的5点左右，5点以前就会来抽出 PS5 喽。而且今天必须要在现场吧。那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抽奖就是抽奖券一人一张为限，好，一人一张为限。那如果我们抽奖的时候发现，哎，王小明，你怎么抽到两次？那不好意思，我们是以第一次的那个奖项为主。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连串感受一下我们青少年朋友的热情跟活力了。首先在舞台上，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大成国中的同学。我刚刚看到他们呢，我都觉得，哎，青春真美好。让我们热情掌声欢迎大成国中，也是来自我们舞蹈教室 Cadence Studio。张一言，张兆良。